大家好，我是美丽达诺菲克中国车队的吴少轩，94年人，在车队负责的任务是突围以及冲刺的角色，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利达诺菲克中国车队的队员刘浩，来自中国吉林，1988年生人，在车队负责的角色是带冲手和追击手，谢谢。今年的车队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跟以往去年相比，其实在于人数也多了许多，然后也多了几名比较专业级的选手。然后因为近几年下来，因为我们整个中国的业余车界的比赛来讲，慢慢的开始有点像是职业化，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车队来讲，我们也希望可以朝着职业化的方式去运作。对，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车手又来台湾一些做一些集训的部分，其实整体的状况来讲，其实跟去年来讲的整个训练状况提升了许多，然后又加上了今年有一些比较专业的选手加入我们，像刘浩跟赵轩这些选手，还有刘恩杰，然后我相信今年的成绩应该会更亮眼。那2019的愿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在于去年我们有在中资联，还有前年有拿到联霸，然后我们希望在今年也可以继续把中资联的团体总冠军或者是个人总冠军继续留下，然后在一些各大比赛也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子。跟去年的相比，